好，欢迎观看王姑复活节，每天给您带来更有意思的奇闻趣事。现在办个什么业务都要先去银行排队，一般都要等半个小时甚至更久，有时候还有金卡用户给你插个队，实在不方便。在征途内急的时候还要去外面找厕所。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银行里面没有公共厕所呢？因为厕所里面不能装摄像头，所以会成为监控的死角，可能为犯罪分子提供便利，比如安装爆炸物隐藏在厕所里，等到营业结束以后出来盗窃，或者劫持上厕所的储户勒索之类的事情，所以银行暂时没有公共厕所。另外，你在银行长时间逗留，不办理业务接近别的储户，一般会引起怀疑，也许会有一位看似大堂经理的人过来问你，其实那人是负责安保的退伍兵，所以你来银行办理业务其实是被暗中保护了。但退一步说，虽然很在理，个人觉得银行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机构，应该在这方面做得更加人性化一点。人都有三急，这是与生俱来的。在之前就有报道，有个客户去银行取款，因找不到厕所在银行大厅小便，虽然大家觉得其行为不可思议，但是人家实在是被逼急了。对此大家怎么看呢？不妨把你们的想法写在评论里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